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强力练习小腿力量爆发的一个训练组别。那我们有五个动作来组成，接下来呢给大家讲，配合着时间30秒为一组来进行练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第一个动作 ，Let the bass kick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抱头跳。这组抱住头，然后跳的时候转脚。Let the bass kick。第三个动作，正蹬。等我马上收回来。好，第四个动作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跳步，格斗式跳步。这样呢就是一个组别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